觉得能够在这么多媒体面前自己一个人跳舞，其实还蛮勇敢的。你是紧张死？他是我的孩子，换一次，我没办法，你拿走放学的那一段路。他是我的孩子，换一次，我们可以陪他走这段路。您今天的帮助会让孩子觉得你的功课好吗？还可以，成绩可以吗？你摇头了。我觉得纪录片有时候就是我才跟杨导说，他那个最有力量就是在话语跟话语中间的那一个停顿点。然后因为我知道婉婷妈妈是非常非常爱孩子的，然后她每一次她听到她讲话的那个忍住泪水的坚强，我就会很感动。对，是联想到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那就是纯粹爱的力量吧。对，因为爱有很多种形式，然后尤其是家庭的爱，给予孩子的支持跟鼓励跟担心，这种是就是我常常会挡不住泪水，这样的泪点拖住孩子的缩影，因为他们有很多现实跟经济上的因素，对，让他们的学习，但是孩子更缺乏一些学习的资源。当然，我真的有在逼，我昨天真的传简讯给我经纪人说，我们可以在什么时间完成吗？对，我们都是说，我们祈祷上天可以。所以现在是百分之几十了？卡在哪？录完了吗？还没有，我们录一半，最近这个月有点卡住，对。